三个不招手，三个不招手。你的太太在庙的右边办公室等你，在庙的右边的办公室等你，请赶过来，不招手。欢迎咱中华飞弹飞山去咱文德宫，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及团队，掌声欢迎文德宫。香客杜昭雄，香客杜昭雄，你的太太在庙里面右手边的办公室等你。听到广播，请到办公室来找她，谢谢。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工作？哦，在我们公司是文员长。